超越邓肯，但是我要提醒我们的郑文灿，对不起，郑玉鹏，是我在选桃园市市长，请你就看我们一个人，不要像别人一样看到你选市长，旁边总是跟着一个郑文灿，再下来说让人家想到几年前高雄噩梦。我觉得现在桃园的市民非常辛苦。前一阵子，芦竹大火，芦竹美孚闹，烧了21天，可能破了台湾有史以来的纪录。后来，巴德运动中心天花板垮下来，让 CNN 报道了全世界，让全世界知道说，才验收的建筑物第二天立刻垮下来，这才是桃园人的噩梦。我这次出来选市长，就是要让我们桃园市的朋友从噩梦中醒来，让他们投票，把这个噩梦去掉，进入将来的一个甜美的梦。